好漂亮的画面啊！I see. Going. What is? Look at this shit. Be careful. The thing's coming down. Look at this tire. Why the wall, right? Look at that thing, dude.继续我的颠三倒四记流水账啰里吧嗦的表演课系列，我这个系列确实是自我陶醉啊，就是也不叫陶醉，就是自我做像写日记那样吧。我上课的过程啊，通过视频的形式记录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有点不一样，因为上课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做笔记嘛，所以的话我就基本上通过这种形式来做一些记录，然后将来就是你对一件事情你去做一下口头上的重复的话，其实也是一种确认，就是确认你所听到的你所学到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想法啊。那现在我们再聊一下我们班的课堂上的一些问题。上个星期一之后，就是昨天，就有个同学就发了个 email， 就说哦，拜拜啦，同学们，我要离开啦。很喜欢这个班，然后但是我不得不要离开。其实他说的挺客气的哈，然后也说了一下，其实没有回避，说了一些问题。他觉得他，就感到很难受，就是在这种班级的气氛里面，然后就说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好都在班里面学得更好，大家快乐。希望其实这位同学的话，我们在第一天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大概有个了解，那他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比较纯洁吧，或者说是比较挑剔，另外的话也比较敏感，所以的话他一开始是他其实脑子里啊和心里是挺多东西的，挺丰富的，因为他也有阅历也有经历，也能表现，但是他不是很轻易的去 open， 然后就有时候会对一些不好的事情或不那么完美的事情，他会表示啊很遗憾啊什么，就是比较敏感。那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可能有别的事情没有来，然后他上两次过来之后他还是特地说了，他说回来之后发现气氛有点不对，确实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有蛮大的变化，然后他回来之后也说明了这个他的感受，然后在因为那时候刚刚遇到我们同学之间就是有关于那个就是那个 boundary， 就是边界，我们的一个礼貌啊或者说是一个用语用词啊一个那种边界的问题，他就感受到了，他也说了，哎呦，他说他感觉挺压抑的，然后不知道，就所以接着在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他就决定他要离开，那这是离开我们的确定离开我们的第二位吧，然后前面应该明明确确确定离开我们班的这是第一位，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同学也是间断性的离开，那是有可能是因为是去拍戏啦，有可能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啊，有可能有些是回去其他国家啦之类的，回国啊回家之类的都有。那他是第一个在 email 公开表示他不会再回来的一个同学，然后还有一位同学他也是离开了至少离开了很久，但也估计他不会再回来，就是一位
岁数大一点的，然后他当时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跟老师的这种方式和这种就有点对抗，因为他基本上听不进别人说的话，然后又表现得很自己很牛的那种样子，所以他一直很难进入这种就放下自己然后就空杯心态嘛，就我们所谓的学习要有空杯心态，他似乎没有这种心态，所以他也是应该是越来越感觉到哎挺在这个班里面没有意思，所以他已经离开有一两三个星期了吧，其他就没有正式离开的，其他就有一些同学啊去外地拍戏之类的，他们也陆续会回来，也知道他们的消息。那班上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老师 John 的话他总体来说是挺棒的，就是我觉得是90分或者更高的评分吧在我这，但他有时候会太过于就是跟某一些同学聊说很多个人的东西，就是占用了我觉得课堂的共同的时间太多，虽然他讲的都其实蛮好的，也通过讲个人，比如说他会打个比方，我上课提了一个问题也好，或者说我去做了一个练习，然后他给我点评，然后他就会跟我聊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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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的东西并且节奏也比较慢，就会慢慢跟你聊，等于说其实对于别的同学对我来说我当然很开心他在聊我，然后也对我有直接的帮助，但对于别的同学来说就会感觉哎，你在浪费大家的时间浪费我的时间，你说的一些问题对我来说没有共同的感受，我可能偶尔有收获到一些通过讲别人收获到，但很多时候你在占用大家的时间，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有时候过于过多的鼓励而没有太多这种直接很有很准确的点出指出你的问题所在，当然有啊，我觉得就还差一些，我觉得应该鼓励表扬是需要的，但鼓励表扬那些方面应该是真正的值得鼓励和表扬的方面，如果不是的话不如不说啊，然后在鼓励表扬之后呢要马上去说他的就某个每一位同学的问题在哪里，也要说得很直接很具体，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同学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这一点我觉得差了一点。这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其他都很好，因为我在前面的视频基本上都是说同学之间班级里面的好的方面，那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那些好的地方，那因为这个课是长期的嘛，如果是在长期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时间有在被浪费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过于多的这种表面的鼓励就是夸奖啊，那你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帮助，所以也会慢慢的失去信心，或者是觉得收获不到而放弃这个课，现在暂时是感觉是多云晴天了，出了太阳了，但早上是昨晚到早上都一直在下雨，然后今天可能还会再下雨的所以这个雨就已经下得已经让人觉得不耐烦了，雨太多了，然后天气预报说好像还会下一点，然后之后可能会渐渐的好起来在洛杉矶生活习惯了那种没有雨不受雨的干扰的这种生活，现在突然雨多起来就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受。星期一的时候我不是收到了一个 callback 吗，然后这个的话一直还没有进一步消息，他也没有说让我什么时候再进行这种 audition callback 的 audition，
也没有说任何东西。然后我问了一下经纪人，我说现在是属于什么状态，他说等通知，然后叫我不要着急。其实当然想早一点知道嘛，因为同时的话 New Jersey 那边有另外一个短片，他对我有意向，然后他的拍摄是必须要4月底和5月初的。那现在这个 pending 的这个 callback 呢，也是我必须要有5月份的25天都有空，所以的话我就悬在那，我不好确定，我不好跟那个短片说我一定5月有空。那如果我5月没有空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用我，所以就很尴尬。另外的话 AFI 有个片子，之前没有跟我说这种配的事情，然后星期一通知我说 OK， 我们要用你，然后我才问他关于配的事情，然后现在也是没有消息，没有确认。就是我觉得说实话，这样做 producer 是有点做的不专业，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应该先跟你这个跟你要选的演员要事先说好，我这个是配还是不配。如果你事先说好配不配我也同意的话，那就不会有现在的问题。那现在就是你一开始都不说，然后我也不知道啊，当然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要配的，那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讨论这个配的问题，那肯定是耽误了双方的时间。所以这个我想提醒其他这个导演和producer 要注意这一点，就是应该明明白白在 casting 的开始就告诉演员我这个是怎么配，或者有配还是没有配。我觉得要有一个共识吧，就是要不然浪费时间了。还有就是关于 reputation 的一些词啊，一些用语啊，其实我蛮想去整理一下，但是一直都挺懒的，就是只是靠记忆，就是靠感觉。有一些我原来觉得是从来没听过的词啊，生词啊，慢慢的就知道了，但其实还有很多还是不知道。那昨天我就问了一下同学，麻烦他帮我列一下那些常用的一些词，那他帮我列了哇好长一条，然后对我帮助很大，我就发现了好多，就是我挺熟悉，听起来挺熟悉，但是意思不是很确定的，那这些对我很有帮助，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还会去再记录一些，或者请其他的同学帮我一下，把其他一些我不知道的词啊记下来，这样的话有帮助我去做这个练习，同时对我的词汇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要感谢这位同学，非常感谢他。哇，突然又下大雨了，而且这个雨声听起来很奇怪，很大。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下小那个小的冰块，像冰雹一样。看，越来越大了，哇！太离谱了，这是洛杉矶吗？这哇，全是冰雹，你看，而且是小，完全见不到。哇，国外的膜。
今天的视频的篇幅比较长，所以课后的分享我就留到下一期跟大家分享了，拜拜。